其实年轻女牧师还不错，和龙寿探员，简直没有道理不选。因为就算你没有龙 combo，龙寿探员也是一张好牌，更何况你可能会有龙 combo。这两张都是好牌，这应该是初始啊，哎、欸。应该选死，因为死的节奏比较好。这一期我会很想要选老虎，因为老虎等于是几乎保证不会被秒解，除非对手有龙火，或是有法伤烈焰，或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魔焰药水。因为老虎对于牧师而言，他几乎一定会活到下一轮，所以下一轮的英雄能力几乎一定会有用。那身为一个牧师，我们最需要就是我们英雄能有用，可是一个正常两费的手下也是非常的好。先选这个好了，用猎人打12胜，完全可能呐、啊。猎人其实如果有对的牌的话，也是一个很强的职业。OK，喊到、哦。这选疯狂药水好了，现在快攻其实有变多的迹象。修理机器人吧，应该要选神圣星星，虽然博物馆价值很高，我们有一张机械其实可以选这张，这个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，如果你觉得它很好的话，这应该选一个三费手下，选体质比较好的。这是价值牌，记者，应该选暗影恶魔。冰霜巨人其实如果一开始抽到的话，会很难用。哇，你的吃屎学家跟博物馆馆长之争，你的吃屎学家的另外一个好处是，它会让龙兽探员可能找得到牌。那博物馆馆长其实不一定会找到龙，应该说很难找到龙，因为有死生的龙只有一条，就是寒冽之喉。选尼德斯好了，因为说实在，发现龙也比发现死生稳定。好，五张。我们大概能够选到三条龙就会很强，哇！我们要贪心吗？这是贪心的 pick，贪心一下好了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很多低费牌，这应该要选这张啊。奶油之软啊！干三个烂超烂的 pick，石头尾车，干好难选哦，选一下奈优之软好了，群体驱魔出土鞋匠，神殿，多小，哇这两个。应该还是这个啦，剑术盾还是很强，两张入葬，一张死，我还要选精神控制吗？选前期牌好了，三张剑术盾哦、喔，海怪，昂吉应该太强吧。而且我们其实有那个机械行星啊，TC130，结果我们只有一条龙，有点惨。虽然黑魔会信差，有可能会拿到龙。
所以这里有两层考量。第一个就是玛瑙主教的价值当然比较高，因为玛瑙主教最少会叫一个一费手下嘛，那你会不会偷到东西其实很难讲。然后而且其实我们一费手下的数量很少，两费手下的数量也他妈的超少，说在这真的有点太少。然后所以这样其实选一个三费可能会比较稳定一点哦，让我们前期比较稳定。因为我们有三个真人数盾，所以假设我们前期稳定下来的话，其实会有点 OPOP。这一副我看起来就是一副要等到第五轮用 LE 清对手场，然后再慢慢打回来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留一张阵营速盾跟暗影恶魔 combo， 所以暗影恶魔最大的 combo 其实是暗影恶魔到阵营速盾，然后会拿到零费阵营速盾，然后再拿到零费阵营速盾，然后就这样把我们阵营速盾全部用完，然后我们再拿到一个降过费的牌。不过能够留一张马上吃一个暗影恶魔 combo 也是一个不错的节奏。不过我们有可能第三轮会直接把暗影恶魔丢出来，应该第二轮会马上丢你的知识学家啦，除非他就是我操，所以现在会是这五张牌：真人速盾、尼德斯、凡疯癫机器人，或是暗影恶魔，或是钱币。好，大家要记好，这五张其中一张是大家心灵幻想到的牌。Fuck。这里最糟糕一点是，因为他偷了我们一张牌。就假设是这张或是这张的话，都不好。应该说，如果是这张的话也不好。所以只有这两张是比较好的状况。然后我们出这张的话，其实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要么就是钱币暗影恶魔，然后他可能会这样换掉，有可能会被他偷到的这人速盾直接解掉，那样也不好。所以我觉得直接 pass 可能会比较好，然后等一下来跳一个自费手下，或者是跳做一个暗影恶魔钱币真人速盾的 combo 可能会比较好。哦，这样子也非常糟糕，因为他等一下会拿到一张降费的牌，所以这样应该先出暗影恶魔钱币真人速盾。跟烫在学校有遇到过吗？其实我跟烫还同一个高中吧，有遇到也认不出来吧。直接换掉了 ，OK。但记者有点 OP OP 耶。那我们现在做这个 play 就是希望他没有死。他如果天啊，他如果有死的话也会很糟。他这里选择一个贪心的 play， 这只会 buff 一只，那这样我们这只就会活下来，因为我们有缩小射线贪儿。这样子的话可能要做治疗动作，不然会被这只爽换，然后这只就会再爽换我们。所以这样，如果说不治疗的话，我们就会不小心开启一个爽换的循环，应该这样比较好。然后这里我们痴痴的等，我们龙兽探员应该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就直接出这张了。出这张的话，现在这张还有机会可以跟这个换。然后如果这个换进来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做神圣行星。加生命，可以。所以现在有几件事可以做。第一个就是这两个撞进去，然后先用掉一个两点生命手下，然后用神圣精英全解，不然就用这个开赛，先开赛吧。OK， 欢迎参观展
这样会比较防 AOE 哦。OK， 看已经开始吵架了吗？全脸，全脸，全脸！看你 buff 到这只，看他顺序根本就不对啊！看什么时候才可以打这 combo？ 哦，出这只好了，直接下托斯利好了。我们会拿一个备用零件，前行哦。有差吗？其实没差。不如前行这只，说实在，这个就给他。一个五五哦。等一下，这不是机械 ，OK。这里其实会怕一些药水吧，对吧、啊？龙火，龙火应该都会全死啊。缩小，这也有点怕。可是无论他做什么，我们等一下神神星星应该都还不错吧？看，有点亏。好、啊，等一下开喷。暗影爪牙是吧？这样非常有趣的牌。希望他处理掉，处理不掉这只。他用了一张入账，对不对？他入账我的托斯利。OK OK， 所以他蛮有可能处理不掉这只。Fuck you！ 哦，有死哎、欸。我们先下这个跟这个。哦。你应该是这张，或是这张，应该是高费的。哦，再出这个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把这个清掉，然后我们再出死，不想 buff 给他。其实有机会可以用，哦，干这药水有点鸡掰啊！惊爆，木推伤害，痛痛。我们要出神圣星星跟死，好。OK OK， 应该说不大 OK， 不过没有办法。应该不能防 TC 三零了。看，哦，谢谢。港温入账哦，其实还蛮需要入账一波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大能再弹八 D， 有点太多。这个直接爽换这张也不大好，加四生命是很多就是了。我打一些节奏出来，好困难哦。可以憋这一波吗？好像有需要，有点需要憋这一波。这样是多少生命？七 D， 所以我的治疗上去的话是九 D。我觉得可能要全节奏，全节奏好了。只是现在用英雄能力的话，就会有点恐怖。然后我也很怕 AOE。这是入账二号，啊，这个，等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超怪的，治疗连好了，这样可以防那个叫什么圣光什么鬼的。他要治疗我抽牌啊！
OK， 除非你神抽大剑师或受伤的科瓦迪尔，不然你要治疗我才能抽牌。啊？这样我会抽牌耶？刚温？为什么不治疗我手下的抽牌？OK， 收hand strike again， 这样他还是会抽牌耶，因为他只要攻击并存活就会抽牌，对不对？啊，攻击手下，干废物，啊、理想的状况就差不多是这样，这样已经是非常理想的进场状况了。我不大想再建立更多手下，对啊，我不大想建立更多手下。我没有龙，我只剩五张牌。看怎么一堆牧师内战啊，超怪的。一般骑手还是留一个低费手下，就四费以下的手下会比较好，以免都是高费，然后就炸开了。干 OP OP， 看一次，死定啊！死定啊！死定啊！干啊，没救了！死定了！干死定了！这应该是完全没救。干死定了！干死定了！干完全没救。好啦。来的正是时候，复活，疯狂换双者应该是完全没有作用。哦，复活是一个三二手下，或是一个一一圣盾，是不错啦，复活是不错。疯狂蔓延吧！啊，事已至此，感觉超难打哎、欸！哇操，简直不给活路啊！完全不给活路，看这是有点 OP OP。记者是一个死尸，哼，看知道怎么打，先出这个好了，只能蹲得更低，只能蹲得更低，没有其他招，除非我们可以拿到一个疯狂药水吗？会有差吗？我觉得还是要晒疯狂蔓延啦、啊，可能不应该出 TC 啦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毫无悬念的，就他毫无悬念铺了第四个手下，哦，狮子 ，OK。就等一下，应该是狮子，然后神圣星星吧。虽然他现在他这样子的话，他就是会抽一张牌。看你在戳我的吧，他手上应该有 A O E 啊。
看，我真的需要那个我需要出土我需要出土。大大，我要出土鞋匠。干 我需要出土鞋匠。火影忍者，看来就天啊，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排插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到九圣之母极限了吧，非常的极限，除土会不会死人呢、啊？哦，我们必须要蹲低，对不对？在我还不走那个平衡一下 ，FD 遭报道。九张，希望我不会死。所以假设我不会死，哇，换掉了。长幽来了，看这你敢信，乱换一通。完全没有在管我出不出土的这件事情，你以为我只是唬烂你吗？我是真的有齁。干十滴，哦，十滴血，差四张牌，游戏开始，干。差二十滴血，卡拉卡拉赞，应该要先疯狂蔓延了。好像结果还挺好的所以有差吗？但完全都碰到他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解这张好了，因为我其实有点怕我会死掉，对不对？而且理论上解那张的话，比较能够保这张大怪，所以我有很高的信心可以跟大家表示，他应该可以秒解这张大怪，无论是入账或是死。哦，复活烂牌烂牌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升级版憨儿。有 combo， 可是做了我可能会死，所以应该出这两个，然后再治疗，所以应该是这样。撞进来，撞进这只吧，然后出它，然后应该要治疗它，对吧？或是治疗它。至少他好了，我应该不能防五点爆发，所以有个牧师有五点爆发，我觉得这场应该给他，然后就掏出一张火球，那我就说干，书呆憨仔果然有龙，啊，好，所以治疗他是对的，啊，刚才发现了，那我们现在还在这场游戏之中，敢不要砸我脸？我靠脸吃饭的，OK， 伐木机，哦，先发现，这好像是一张草凤啊，我应该选最大只的，然后应该是这样，这两张其实没差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出这个，然后我们只能死敌哦，干。只剩四滴，会不会死啊？啊！为什么我打了回来啊？啊！会不会死啊？我
我几乎可以归纳是他应该没有斩杀，然后所以可能可是应该还是出这张比较好，然后治疗这两张应该没什么差别，因为治疗他都换掉。干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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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做什么？干你要做什么？不要再铺场了。哦，没事。收盘平看度过这一回合，入账。一个很有趣的建议。哦，飞刀手。这个治疗之后活下来。然后飞刀手这样射其实没有意义，所以不如射脸。好，干两张苍蓝龙。他这个苍蓝龙是拿到的，他竟然没有选大龙。OK， 真言术盾，哇，来得好哎，这样这张活下来。疯狂药水，我知道对面有出土，我知道对面有出土，现在不是防出土的时候。OK， 四三，嗯。应该是疯狂药水疯癫。等一下，这是多少？这是14点伤害，所以是16点伤害。因为我可以疯狂过来撞。其实我直接换是不是就 OK 了？我要顺顺一个两费手下。哦，似曾相识的牌组。No， 反英雄能力吗？好。这样看看行不行？这样至少还算顺啊，应该说蛮真的蛮顺的。No， 神圣力量，三五三二一一，壮壮好像还好。嗯，钱币用掉了，他这里不要有第二个 buff， 应该就还好，还好。哎，你要做什么？可以。OK， 吃废的老虎。炸死自己。还行。So sweet， 这个节奏，而且这个降费，爽一个，爽一个啊！这个双狼，爽爽爽，爽有爽有爽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治疗他，出一个四费老虎，撞进去。
巨苗没有一场打歪掉，没错。OK，OK，繁花古树。我们要这张吗？哇，自己进来哦。我们要这张吗？有一点想要欸。可以防缝线。要这张吗？解得掉吗？可以解掉。然后老虎剩，我想把这张干掉。可是，所以应该最好直接入账吧。就我真的有点怕他有一些大费手下，我觉得最好扣入账会比较好。我们先黑魔会信差，搞不好我们找到一条龙，然后我们龙兽探员就可以触发。黑暗交易，逆法之力。好，麦迪文回音。好，这样还是有点怕 AOE 了。选回音有点贪，必须要承认。哦，没有 AOE。看，好爽哦！这是 Is this real life？ 哦 my God，so good！ So good！ 哦 good！ 看你打得赢，看你这招打得赢哦！看你这排插简直不科学啊！寒冰剑好，寒冰剑不错，还行。这是野兽，撞进去，治疗，一费手下。齿轮巨锤。只要解掉这张，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行。出土鞋匠，应该先下大怪吧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建立这个啦，只是我有点想要拿 combo。我们先下这个会应该会比较稳一点。因为我们还有入账啊，他来佛丁我们都不怕，来佛丁来西瓦都不怕。他要怎么？我要怎么输啊？我要怎么输啊？但那个削翻嘞、欸，直接削翻嘞、欸。麦迪文回音直接削翻啊！投降！投降！投降！该选谁啊？应该是这张吧。
再出一只，再出一只，再出一只，再出一只。希望会开到一张金传说啦，不过十二我还没有开过金传说。65 105小赚170加一张牌跟一个卡包，嗯。OK